带着主线任务去的。在仰光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个是这个废弃的酒店，另一个是废弃的儿童乐园。先说这个酒店，这个酒店是一字形，通过查看它的历史影像得知，早期它是一个口字形，可能涉及建筑违规停工了许久，在经过拆改后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随后在2015年竣工并投入运营。而观察2021年的历史影像，酒店的地面、水池和周围的绿化已经无人打理，猜测酒店在此时段已经停运。而在2023年最新的卫星图中，直接就可以辨别出这是一个停运很久的建筑。再说一说那个废弃的儿童乐园，它就隐藏在这片密林之中。通过历史影像来看，乐园可能建成于零几年初，直到2010年仍然保持运营的状态。而在2013年之后的这些年中，这片乐园逐渐被周围的植物吞没。在网上还找到了相关的照片，陆续有人记录下这片乐园荒废的样子，最晚的照片截止到2018年。正如往常的探索一样，不是每次都能符合自己的预期。当我到达这片乐园时，游乐设施已经完成了清拆，但里面的建筑仍然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最晚的照片截止到了2018年。而酒店的探索也不顺利，第一次踩点就发现了里面有警卫，连蹲数日也无从下手，经常有多个人待在里面。虽然没有达到预期，但我还是记录下了所遇到的一切。好家伙，仰光的交通载荷能力有点差呀，这已经很远离这个密集的这个建筑市区了。哇哦，中建。哎，这个荔枝味的果汁还挺好喝的。这是那个废弃酒店的正门，不知道有没有守卫。哎，好像可以直接推门呢。完了，这就被看到了。Hi sir, this is a hotel. Bologna, Bologna. Then second star. Ah, yeah. This way. 啊，其实我装傻充愣一下，因为附近也有一个酒店。他肯定以为我是找酒店找错地方了。那这个地方既然有警卫，那就算了吧。这就是那个游乐园的外围，看这个样子，大部分是被拆空的状态。这里有个入口，这里是变电站吧，然后这里都被拆空了，这可能是一台发电机。里面烟雾弥漫，可能是烧了什么东西。这里有一片建筑，哦，可能是一些流浪人的住所。这里有很多人搭的床。应该是防止积水淹过来，这里都堆上了这个沙子增高。这个建筑应该也是儿童娱乐城的一部分，你看这个墙上的绘画的风格应该就能看出来。也就这个 No Smoking 禁止吸烟能看懂了。一些装饰和扔的一些杂物，这个应该是餐厅里放碗筷或者是一些东西的这个盒子，但上面的这个面膜呢是个品牌，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啤酒品牌，咖啡 City。 这可能是有关于饮品的一个价目表，底下还有翻译。
卫生间。这个是这个建筑主入口前面的一个楼梯，去上层看一下，又是加密文字。二楼没有住人，可能这是一块大头贴的板子，就是拍这个大头贴的一个小铺在这里。顺着这个楼梯再上去看看，这就是最顶层了。银台，这是个砂纸，这可能是票。这是个什么东西？十二色笔。哦，十二色笔，给孩子画画用的。看来只有一楼的那部分下雨不会漏水的区域有人住在那儿。你看这里肯定是没法住人了。哇，还有一只狗。这些它并不是别人堆放在这儿的一些板子，它像是一个小屋，然后这些小屋现在也都烂掉了，都塌了，上面的这个顶棚也都坍塌了。不确定这些小屋子是原先就有的，还是说后面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在这里搭建的。但是感觉上，你看这里面的东西，这像是一个储物柜一样的。进去看一下。对啊，这明显是一个坍塌的门，看到了吗？这是个入口。然后这里像是一个柜子一样的东西，这就不懂了。这也是加密文字。Game City 什么什么 Center。 哦，这个也不一定，这应该当初也是玩什么游戏啊，或者一个娱乐项目的一个小屋子。走了，出去。前面的土都被挖开了，这里有一些工人正在施工，现在正在做钢筋，应该是要搞一些建筑的基础结构。 Tiger 虎牌啤酒的 logo， Beer Club 啊，这是个酒吧。哇，这个啊还好，跨过去。里面就是这样，不过我感觉这个建筑的保存状况还可以，而且有人专门在这边修了防雨水淹进来的部分，而且周围还考虑有围墙，搞不好后期会再利用。对，你看这应该就是演艺舞台了。这种玻璃效果在很多偏老式一点的这个酒吧餐吧里还是能看到的，这非常的东南亚。这写的是什么？是个表格。这边砌了砖头，这边有门。这不会是个包间吧？这样的座位，这个门封得太严实了，换个方向。这些是什么地方？这还是个水池。哎，会不会是放酒的那个地方，冰酒的用的这个池子？
这里有个楼梯可以走上二楼吗？这也被封住了，这里面到底有啥呀？被封住，我都好奇了。还有一个方向，如果这个方向再进不去就没辙了，这是最后一个方向了。看这个上面的，用这个粉笔写的，也有不少访问者。哦，被锁起来了，我不知道能不能拍清，就是你看里面这一小格子一小格子的小屋子都是包间，吃饭用的或者是唱歌啊干什么的，但是其实也是都被拆空了。这个小地方不光是儿童游乐园，看来聚集了一些餐饮，甚至连酒吧都有。在这片位置还有一片应该是有假山有水的景观，这个地方也在修建筑，应该是地基的阶段。别说这个地方石修之后看起来还挺原生的。Yo, follow me? Yes. Why? Baby, construction. This is your project.Yes, yes. 哦，就是这是他的项目，就在这里修建一些东西。在印尼尼亚。哦，这些都是被拆散的一些游乐设施。合着现在里面的一些地块已经被人使用了，拿来盖建筑。是，又是卫生间，那其余的这一部分是干什么的？哇，我从这里溜了一圈，现在由内到外又湿透了，因为刚下完雨，再加上这儿的气候现在太潮湿了。这里面供的是啥？应该是佛。这个地方像是水池，不是原先的什么水滑梯或者是漂流之类的吧？那也可能是给小孩子们玩的，好迷你啊！旁边还有海水沟，好，老是不断的过来试探我，我一回头看他他就跑，都只剩下基本框架了。你看原先这应该是这个建筑的外墙，这些木板子都烂掉了，这一圈都有。这里还有个池子，蚊子幼虫培养基。这个蜗牛很有意思，它和常见的蜗牛不一样，但是我国南方有相近的种类，就是你看了吗，它除了伸出来的这一部分软体之外还有一层肉膜，它的肉膜会把这个整个壳包起来。那么原本是什么样子的呢？这里刚好有一些死掉的这个蜗牛壳，这就是它壳原本的样子。这里你看起来像不像玩碰碰车的地方？又是厕所，我怎么感觉这里遍地都是厕所呢？文字是加密的，我也看不懂，也没有男女的标识。厕所也进去看看吧，也确实没啥可看的。哦，这个厕所有点劲儿，对，主要是里面黑，完全没有光线。出去了，这次进的是男厕，因为有站立的那种尿池。
这一大片建筑都是沿街的废弃建筑，里面还有狗。这里面放着好多塑料袋儿。这里我好像看到一只爬行动物，它钻进去了，应该是个石龙子，某种石龙子可能。看到了吗？这个东西干什么用的？它应该不是炉灶之类的东西吧？这个感觉不了解那些当地的什么文化习俗啥的，真猜不出是啥。但是我感觉这个地方像是个前台哦，这个地方应该像是个餐厅。对，那这个就是一种炉灶，它做饭应该是，我记得是有那种做饭的这个工具，长这样，那就合理了，是不是？这边呢？对，这个清洗槽在这里，这是一个餐厅，对吧？你看这个布局就很餐厅了，是不是？这个牌子看起来像是游乐设施上的。而且这里蚊子特别多，现在在东南亚这个季节，最需要担心的其实不是新冠的多次阳性，是吧？很明显登革热更需要被提防一些。我已经被蚊子咬了很多口了。这还有一片废弃的楼，从这里可以绕上去。日历是什么时候的？哎，这个信息就比较有用。2018年，2018年，就这种湿度挂在这儿，居然没有腐烂掉。这里，还有几个沙发。刚废弃那段时间，好多东西还都可以用一用。那些那个无家可归的人甚至都可以在这里生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地方主要还是失修了，又烂又潮，现在将就都没法将就。这个过道原先是可以过去的，完全锈烂了，踩都不能踩。这种情况看这种沙发的样式，还有这里原先有个小舞台，这应该不是乐园相关的一部分，可能是一个接待大厅或者是其他的娱乐场所。很装饰，一层底上这部分还有住人，就不去了。拜。这个是藤球，你看它的这个样式其实还是原先的那个样式，只不过你看材料了嘛，已经变成了复合材料或塑料的了，已经不是那种原先的那个干的那个藤编制的了。你像这个无论是声音还是质感，和这个原始的版本没有什么区别。你经常能看到在大街小巷还有这个角落里会有当地的一些人在玩这个。这个是在东南亚比较流行的一个属于休闲类运动吧。马路对过这个是个烂尾楼，可是呢周围又摆了很多盆花，里面还有灯，看样子是把这个烂尾的地方整改了一下就开业了吗？一楼是停车场停车库吗？
Hi, this is a restaurant? Restaurant, 这是什么？这个地方看起来不错哦，有点意思。刚好走半天了，休息一下。哦，这个地方看起来挺有趣的。那这个东西好像是可以加这个蜂蜜、酸奶加蜂蜜，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其实这个烂尾建筑利用的还不错。哎呦我去，这司机跑那么远干啥？ Yes, airport.I'm a little bit of a